我想吃肉。好，要出去吃肉。那你要不要吃？不要呗。为什么不吃？我不想吃哦。我们请你吃啊。不要，我饿。我很多钱的。不要啦。加大加加一碗饭好不好？加面，加面加饭加辣。我们出钱，你吃。要吃？不要。你只要说一句话，要或怎样？要。你今天才吃，一毛钱都不用出，你就可以吃到饱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好啦，加点碗饭。我不要吃啦，太胖了。为什么不吃？你现在就那么胖了。我刚进来问你要不要吃。我那要说好啊，听到要出门，啊、哦，要出门，那算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买回来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买回来吃，不要。坐在客厅，一起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买回来你就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先不要讲话，好不好？你跟我讲好不好？哎呦，你就是不想出门，好、啊，就是不想出门，胖子，站起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吃吃吃吃吃到你说的吃吃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在外面等你，客厅不见不散。你等下没出来，跟你讲，我要你的命。哎呦，我逼出门了吧？不是的，头发乱了，不是的。然后就出来啊，好啦，好啦。